陈大姐，你们那还要不要人了？师傅，我们很久不能有了。还有几层楼没租了？别的楼，别的跟着走，还有就这几家。老师巧哈，你哦。哎，吃的稀饭了。喜欢不叫稀饭，扒饭，扒饭，哦，扒饭。这我就简单吃了哈。不简单嘛。啊。这些。晚上嘛，就慢慢晕哈子哦。吃的啥子稀饭了？中午简单吃一下。中午都吃稀饭。网红啊，大的网红穿的多。我们都吃稀饭。哎，你把我认出来了哦。我们才得睡呀，一点拍得一点的。好，谢谢。啊。大的网红穿的多，我晓得。哦，也在那工地上做活了哈。我那个来找活了。你们那里还有那些的嘛？这个像。 也中午太艰难了哇，兄弟。这个没办法呀，没挣到钱。你挣到钱，生活还是要靠好点儿，身体最重要哦。好。那个你们俩还要不要人驻村？驻村了。啊，还要不要人？大哥的。大哥的哈。我整的。哎，不晓得啷个的哟。 现在工友们呐、啊，都在找活路的路上，劳碌的奔波，一夜之间都在工地上，东奔西走，到了一样地呀，哎，不晓得结果，怎么办了？今天我来到那个工地上，在外面看上面在组装嘛，我跑上去一问呢，他说不要人了，他们已经有三千人在组，现在也只组到个把月时间，还有两层楼没有组完了，还有天给屋面哇，哎，我再去问看看。 内墙外墙要不要人？就说一天一个，住宿的都500块钱呢，相当于。你们收入？住在八九两，住在晚上8点钟吧。啊？你手脚也慢的哦，弄得快。你看，几上午都不弄得多了。一个排风扇，真可以。哦，你的凳子都顶了4个。 5个凳子啊！我就是看看呢，就主要是它的背后就是自己个人办沙灰，人工超好。啊！可能水不安逸，水不好用哈。你来问的内墙婚纱耶？ 关于他说6块7一个平方，当时还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说啷个弄的的价钱咯？现在不是7块以上吗？他说也没办法。老板把网址贴起，8儿打起，我们自己分就是了。还有个人自己办纱浆，人工凑纱浆哦。这边的面积就是这样子，它是1万1间，大个厕所，大家说可不可以啊？这层楼面积还是多。 中间是个过道，两边都是。老板他说的层楼有2000多个平方，包括楼梯哈。6块7一个平方，包括公共部分，那楼梯全部都要分完了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可以告诉窗口一下哈。喝多了，你们切个量一下。老板来过来，量一下来一份。 我觉得喝啊，大杯吧。大杯啊。啊。5块钱，要不要老子来帅哥？肯定要哦。<笑>老子这儿红糖嘛，一定是红糖嘛。对。你这有啥子冰粉？有红糖，有糍粑，有芋圆，有水果，有豪华。豪华的好多钱？ 10块，拿过来个6块的。好好好好。那加的啥子啊？冰粉啦。哦，就是冰粉哈。哦，这就是冰粉啊。加的多。啊，冰粉6块钱哈，红糖冰粉，大家吃过没有？喜不喜欢吃啊？还有凉虾哈，5块钱。 先接个壳哈。
冰棍都安逸掉，冰冰凉凉的哈。花钱回来了，上哪里？这两天天气好热呀，你看，好多人吃冰棍儿，好凉一下的。出来找个活路哎，又热的很，可忙的。赶不到客户。冰棍儿它各种食材都有哈，扎起。反正嘛，那个活路就是这样子，工地上一样样的。不做哎，别个要做。所以说还是考虑看看，如果说住的话一天挣个15块钱就可以了。